会飞得奇异大有精进啊，不过你这个奇峰，陛下觉得臣妾奇峰如何？平日里你总是一味的攻势，顾前而不顾后，但是今日你却懂得步步为营，屡出奇招，自是大有进意。陛下先前让了臣妾三子，现在又处处让着我，才不至于败得太快。 这是陛下在给臣妾留下颜面呢，待臣妾回去苦心钻研一阵子，定让陛下刮目相看。看来，惠妃背后有一位好师傅啊。不笑了，陛下。 娘娘，皇上是不是看出来您请了孙娘娘来破上次的残局？哎呀！谁教你的曲子？出去！陛下，奴婢从永城回来复命。 谁让你进来的？袁公公哪有那样的胆量？嫔妾觉太后宫中问安，太后刚好要给陛下送小食，嫔妾跟姿高奋勇的送来了。陛下要是不欢迎嫔妾，人家走便是了。嫔妾知道陛下累了，绝不饶你休息，就在这儿陪你一下会儿。嫔妾做错了什么吗？这种香味同你不配，我再送你更好的。 就知道陛下最心疼嫔妾了，去领四十板子。陛下，奴婢再也不敢自作主张了。陛下，陛下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陛下，元气也是为了哄您开心，这四十仗打得好。 不准见，私藏郭氏，惹怒太后，朕不罚他，太后也会重罚。朕冷着他，就是想让他静思己过。朕不想看他在我面前晃，可他就是阴魂不散，走到哪儿都有他的事。晃的朕头都晕了。